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月小教室。这期的视频呢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周星驰的《鹿鼎记》。那么《鹿鼎记》这部电影呢，说的就是由周星驰所扮演的韦小宝加入了一个反清朝的民间组织，叫做天地会，然后呢又作为卧底潜入了这个皇宫，又莫名其妙的遇到了皇帝跟他的妹妹，然后呢就要去打败这个把皇帝当成傀儡的鳌拜，以及一个假扮成太后的另一个反派人物。那故事内容呢就不细述了。那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的一些粤语的词汇。扮啊扮啊，快点扮啊，扮好啦，扮打到你扮，死个喇叭！哎呀！首先，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小喇叭。小喇叭，小喇叭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可能看到这里会觉得，为什么骂人要说小喇叭呢？是不是说他的喇叭很小呢？喇叭到底又是什么东西呢？没有，其实这里呢，这是一个粤语的谐音梗，其实这是粤语里面这个哎呀妈，爸妈的一个谐音。所以有时候你很想要表达那个很澎湃的想骂人的心情，但是又不是很好说出那个这么脏的粗话的时候呢，就会用这个来代替。但是呢，这边这个就算你用这个还是非常粗俗的呀，所以大家就是酌情酌情好吗？这边只是作为一个分享分享这样子。小喇叭朱西，你是不是想玩嘢啊？你啊，要反清嚟抢翻啲钱同埋啲女，系嘛？根本服不服命就是多嚿鱼关人鬼事，多嚿鱼关人鬼事。那么第二个例子呢，就是这边的多嚿鱼。为什么会说多嚿鱼呢？多嚿鱼，你看它字面意思呢，嚿就是块，一嚿嘢，一块东西。其实这个嚿呢，这也就是代替了一个粤语的粗口，就是这个多鱼。那有时候呢，你也会看到它被用数字九来代替。那像这样子的粗口谐音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，像有一个我记得印象很深的，就是黄子华的那一句等等等等等等啊，你知道请你好好放低，请你好好放低啊。这里呢，这一句就真的非常的脏。他原本想要指呆的那一句呢，应该是你老母臭，实在是太脏了，我说完都是排泄排泄。根本服不服命就是多嚿鱼关人鬼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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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人家什么事。那我们平常呢也经常会说关你咩事，关你咩事，关你什么事，都不关你事，不关你事，不关你的事，不关事啊。我就是想说不关你事。咁你话唔关我事，咪唔关我事咯？唔啱讲啊！你教我绝世武功，我咪唔使惊啦，我咪唔使惊啦，我咪唔使惊咯，唔使惊。这个词也是用的非常频繁啊，唔使惊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这一句话呢，也是在 TVB 非常常见到啊。那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呢，就是唔使惊，河马喺大厅。唔使惊，河马喺大厅。自己人喎，唔好玩啦！边个同你玩啊？自己人，唔好玩啦！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这也是 TVB 高频词，准备打架了，然后说：“哎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”还后面这个，唔好玩啦，唔好玩啦，不要玩啦！哎，开什么玩笑？玩，我哋出去玩，去边度边度玩，有点像完成的玩啊，就是这个音玩。人嚟，即刻拖佢斩！咪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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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执到乜地，插金文哟！咪住，咪住。弊，我们说这个弊呢，就是糟糕了，完蛋了的意思。那像我们平时除了说啊弊了，今次弊了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词也是一样的意思，就是弊家伙。弊家伙，今次弊家伙啦！全靠你位朋友帮手。系啊，唔该晒，嗰个我老友嚟。诶，唔该晒，嗰个我老友嚟噶。老友，老友，老友，老友呢，就是老朋友，或者是交情很深的好朋友。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？集时间，小喇叭，小喇叭，多鱼，多鱼，多嚿鱼，
多舊語，關人鬼事，關人鬼事，關你咩事，關你咩事，唔關你事，唔關你事，唔使驚，唔使驚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玩玩，唔好玩啦，唔好玩啦，咪住，咪住，閉閉閉家伙，閉家伙，老友老友。OK， 那么今天的英语小教室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你也喜欢这期的视频。最近我会跟上进度的，会多更新一点的事。最近看了一下，的确是有点懈怠啊，我要加油。大家可以啊来督促督促我啊，催催我，没关系。嗯，我是杰思敏，那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